给你讲，咱们这老白讲话，我是议员呢，我徛上台，我连讲话自由都无有。别目睭啊大，你一直甲我看，我家己做啥物代志，我家己知影。我无要受你的威胁，我勇敢承认，我家己讲的了，好无？我周希平是杀人的凶手，我要杀的对象。 是徛伫我身躯边，这个黄秋怡，就是阮后生高小三。小三要赶走大某，我无同意。我要甲杀，伊知影，伊六着我的弱点，用我教唆杀人、杀人未遂这罪名来威胁我，叫我温存伊，让大某离开。 甚至强制带入来阮家，阁霸凌阮查某孙，让阮查某孙离家出走，让阮后生妻离子散。我看伫个目睭内，我唔敢讲，因为我顾虑到后生的选择，我继续的让步，就是造成让黄秋怡伊的野心。 愈来愈大，作法愈来愈过分。恁所看到的报道，金新荣，什么咧行为不端，偷窃兄，什么什么什么种种，拢是背后在咧背后，是伊的失局。我袂安尼讲，我这耳孔轻，又搁乱着，去予妖女卖血的后生。 伊嘛甚至干涉做了伤害着情某、伤害查某囝的帮凶。我听点么只讲这话，我知影讲我的后生一定袂原谅我，伊一定会怨恨我。不过不要紧，我即摆的重点是多年支持阮高家忠实的支持者，搁阮党中央的大人。我要求恁，我周惠平。 大声的呼吁，选举日将恁手头迄票，千万唔通当我高冠廷，害落选，害为着伊，责任不清，反背家庭，无经家的查甫人，付出代价。 妈妈，你哪有可能是什么杀人凶手？请恁先甲放开，好无？无你靠这个什么误会？无误会，妈妈真正有做，我即马感觉心安理得，我真轻松，你免替我烦恼，等到时。 妈妈对不起你，我当初无应该叫你出来选，现在再搁拜托别人爱，让你落选。不过你相信妈妈，我真正是为你好。妈妈是爱你，国宁，你别听你妈妈胡白讲，我是因为。 伊要杀我，我才会害你。而且，我只是想要踮伫你的身躯边。你莫阁讲啊，好无？你莫阁讲白贼，你莫阁讲白贼，莫阁讲白贼。我恨你！我恨你！